刚又收到一个包裹，是飞喵商旅记给我的喜茶礼包，它里面有三个口味吧，黑糖波波、暖暖奶茶，还有芝芝美美，各两包。我本来以为他要寄给我的是，就是那一种手摇饮，原来这个是代餐类的。因为那时候我在台湾准备要回来上海的时候，就是有咨询他一些问题，我觉得服务挺好的。哇，这包装挺不错的，这么大一个礼盒。无尽灵感 Endless Inspiration， 然后跟什么 Wonderlab 合作的一口奶茶，无尽灵感。暖暖奶茶，然后还有蓝色的黑糖波波。粉红色的是芝芝莓莓，我应该最想喝的是这个口味吧，芝芝莓莓。还有送贴纸，还有一双袜子，这太鲜艳了，我的妈呀，这我应该是不会穿吧，这个颜色不是我喜欢的。但是我觉得喜茶它的创意一直是挺不错的，还有营销活动，很开心。这是我搬到新房子之后收的最棒的一个快递了，就是一扫我今天早上的阴霾。我朋友就说感觉你好像每次都被外卖给气到，然后我就心想奇怪，怎么这次回上海点外卖都是怪怪的呢。刚刚没有拍到盒子里面，我再打开让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喜茶的代餐礼盒是长这个样子的，我觉得包装挺好看的，尤其是它整个这个宝蓝色的底加上白色的字，整个非常的跳出来。然后这个也挺可爱的，小小的胖胖瓶，待会就试一瓶看看吧。